你爱不爱爸爸？正信毒枭带着两名女儿，丝毫不见暴力之气，镜头前依附爱家好爸爸的形象，但其实他恶名昭彰。正信嫌犯自称是云林的正太级毒品皇帝，以诈骗为本行，兼卖毒品，组织快打部队，专门打劫揍人，号称自己身家上亿，最爱炫富耍狠，气焰嚣张。脸书照片，正信男子拿着大把的现金钞票，秀出金戒指、金手表、金链子，专用名牌货。虽然曾经带着小弟到太岁头上动土，警局前大打出手，警方情急之下还对空开了三枪，直到开枪才压制住正信嫌犯的气势。但其实知情的小弟透露，他表面动刀动枪耍狠，但骨子里其实是个俗辣。被警方逮捕，他竟然痛哭求饶，还被底下的小弟耻笑。在两年前，我们第一次去拘提他，那手铐对他上铐的那一刹那，其实他马上就痛哭求饶。正信男子自称毒枭，在云林地方为非作歹，讨债要钱，手段凶残。谁知道私底下竟然是人人唾弃的胆小鬼，反差实在太大。见云林综合报道。捍卫言论自由到底，抢救中天，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，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